YouTuber 李贝与蔡雅嘎结婚后，陆续生下两个宝贝儿子，也经常透过社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生活日常。近年来，他推出自创品牌，收获粉丝们的喜爱，工作室团队人数也逐渐增加，可见生意相当不错。日前李贝开直播时，有网友留言表示，为什么都叫员工们同事？认为这样的称呼很没有老板娘的气势。对此，李贝透过社群平台发文回应了对方的质疑。他在文中写道，与其说是同事，自己觉得工作室的员工们更像是自己的伙伴，因为如果没有大家一起努力，品牌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，因此自己心存感激。贴文公开后，吸引大批网友点赞，直言李贝的观念好正确，能够遇见这样的老板娘真的很幸福呢。Bye.